现在的话，世怀和阿兰 King 在居密的枪线拉扯之下，直接完成三连暴走。战队们没有什么选择，但是三这个也确实是没什么选择，因为上海 NBA 球队早就已经布下了口袋阵，打一个，再打一个，哇哦，一打一，苏 K 的状态也很差。现在来看的话，还是要看苏 K。在风中，这边太艰难了，哎呀，这个先打一个，又被居密给找到机会了。阿兰打上药之后，居民在补人，互相的腰射，两边腰射过后，最终是居民依靠子弹。这个时候的一个冲锋的话，很可能是给到五，但是 Power Boy 这个点被打倒的，剩下了第一个人，一个走位 Order 要忌惮原点的领域，是的，有没有机会？这边领域打枪了 ，Order 这边在外围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先打了一个，居民一个，狂。八个，9个，四连枪王，金鹤这边靠起身来，直接反秒居民，这个人头还是令的啊，十全十美，会不会让 Order 再一次的完成十全十美？让我们恭喜上海 NV 腾讯视频战队，紫金王朝再临。